漫画星座抓特务，这是一群小人啊，他们围坐一圈，他们在玩一个游戏，叫做抓特务。他是头，他是他是头，他是特务，特务，spy，Twitter 中文圈呀，流行抓特务啊，每天都能看到大 V 们啊，带着虾兵蟹将们在抓特务啊，你还不能制止啊，你一制止，你也是特务，他们还振振有词的，他公认的是特务啊，那么涛想反问一句了，谁公认不是特务呢？你举出一个例子，我们让大家评判一下呢，啊。停止这个无聊的游戏吧，或者啊，你看到别人在玩这种无聊游戏的时候，请远离他们，不要参与。啊，不是说没特务啊，特务多了，我们知道啊，但是把真的特务留给 FBI 去抓吧。我们都是公开的说话，都是公开的表达意见，有不同意见大家辩论呗。啊，即便你在跟特务聊天又怎么样呢？那无所谓的嘛。啊，你要干什么？这个隐私的事啊，秘密的事啊，不能暴露的事，你就别到推特上说嘛。啊，那么你还在乎什么特务呢？是不是？好，纯手绘作品啊，秀丽笔、钢笔作品。涛喜欢手绘，每一幅画其实就是一个寓言故事。装个画框挂在家里会非常有意思。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，原稿可供收藏。我收的不贵哈。政治讽刺漫画一般我是收100美金一张。如果您看上哪张，可以私信跟我说。大家拼命转，我就拼命画。谢谢大家。